北方就像春天，梦想蠢蠢欲动。北方就像夏天，每个人都抱有炙热的工作激情。北方就像秋天，从未停下耕耘的脚步。北方就像冬天，在暖阳风雪之中蓄势待发。走过四季，这是我们与北方坚持创新、共同成长的一年。当今国际局势波谲云诡，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主战场，蓄势而起，应势而兴。北方工业身为兵工央企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迈出了公司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加快进军的重要一步。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，我们迎来了到访观摩系列155火炮试验表演的重量级嘉宾。我们团队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迅速策划组织产品装备联调联试，直到临演前，一个连做梦都想不到的突发状况，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勇攀高峰，敢为人先，是每个科技工作者信奉的科学家精神。当接到在产油田项目高峰产量由200万吨翻番至400万吨升级方案任务的时候，大伙这时真正感到了巨大的压力。但是青春无极限，只有实干才能出真知。谁能想到生活比电影更为戏剧化？没有绝对饱和的行业市场，一个持续创新的传统行业正在新的市场格局下焕发生机。我们凭借强大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突出重围，积极把握地下矿和智能矿山未来趋势。然而在掘进过程中，公司项目开发遭遇了全新的技术挑战。纵然是深沉的黑夜，也遮不住一丝光亮。我们寻找光明，创造光明，只为照亮更多人的黑夜。所以我们来了，带着象征中国标准的项目，想在这里播种光明和希望。然而黎明到来前的长夜还是显得格外漫长。随着国际军事格局的日趋动荡与变革，公司谋篇布局新兴产业，确定了打造成熟无人机平台的核心方向。项目组主动出击，寻求行业优质标的，形成了一个领导小组下属6个专业化小组的并购团队。历经多轮艰苦的现场谈判，并购项目终于顺利落地。因空域管制，民企3天内禁止任何设计实验。打还是不打？打，我们只剩下不到3个小时；不打，错失的不只是一场演示。团队当即决策，所有装备立即转场准备射击，在预定时间内毅然地打出了第一发弹。在编制油田产能升级方案的过程中，虽然辛苦，但仅用半年的时间就通过了中外3方专家的严格审核。当大家都沉浸在十拿九稳的自信当中，期待最终评审的时候，突然接到消息说，驻在国一位重要专家对我们的某个技术观点提出了异议。那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仅用最后的1天时间说服他，要么逆风翻盘，要么前功尽弃了。那带着充分的准备和100%的技术自信，与那位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答疑。在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下，这个专家终于为我们的技术所折服，他与我们站在了一边，尽全力帮助我们解释和争取。科米卡深部矿体为公司第一座深井矿山，属于大水矿山。项目现场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一起开展科技攻关，最终科米卡井下团队形成了超碳水、强置户、快封闭、勤测量的一套工作方法和含水层分段注浆工艺技术，并获得国内外发明专利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
在项目建设之初，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，我们又迎来了工作上的挑战。该国地貌较为特殊，易发生整体沉降及不均匀沉降。项目团队识别此风险后，组织专家进行了多次研讨论证，因地制宜，最终确定并实施了堆载预压加打桩的地基处理方案。目前沉降已趋于稳定，各项数据均满足预期要求，为火电站在使用寿命期间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。项目交割后，看到一架篮球场大小的无人机出现在眼前时，心中那个有点朦胧的强国梦似乎插上了名为创新的翅膀。创新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，而是一种让人愿意为之全情投入后心生自豪的美妙感觉。在外方代表团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中，团队不负众望地完成了演示任务，实时掌控现场各型装备的准备工作和演示流程，汇聚 OODA 全作战要素，全态势感知，给指挥官提供了透明战场式的全静默可视化的指挥体验。每一处精彩绝伦的创新设计都让外方代表团叹为观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天表演结束后，绿色的草坪中央停着一辆威武气派的武器装备，身后穿过一道绚丽的彩虹，映衬着天空是那么的辽阔，似乎上天也在为我们这场惊心动魄的表演而喝彩。终于，该项目成为该国十几年来第一个批复的丰产上调项目，也是第一个批复的国际石油公司的开发方案。这一刻，我相信了励志电影里的奇迹真的存在，也明白了这光芒是因为整个团队凝聚才如此耀眼。此外呢，我们还帮助培养当地的石油人才，帮助当地修建高速公路和小学。我们相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善，也是北方人发自内心的愿。创新不仅让北方矿业取得技术方面的突出成果，也在管理和安全方面得到有效应用。基础上，2023年公司申请发明专利15项。管理上，部分工程创新模式不仅节约投资，还实现了全过程管控。这是我从头跟到尾的一个项目，整个厂区分区域管理的创新管理模式让我成长许多。这个项目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陪他成长，他也要求我变得更强大。那天安全检查，我在工地的一个角落里无意间发现了一株茂盛的蒲苇，那种向上的生命力顿时让整个荒芜的施工现场有了颜色。我想这就是我们项目之于当地老百姓的意义吧。创新是每一次迎难而上的临危不惧，更是每一次团结协作的转危为机。创新是用新的办法去打破传统观念和固有思维，将想法应用于实践，并迅速反馈迭代，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。创新对于我们一线螺丝钉来说，其实就是埋头苦干，不断解决每一个新问题。创新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，开动脑筋，共同给个人的成长引擎和公司的发展引擎点火发动。科技力则民族力，科技强则国家强。新的一年，我们将继续为在国际市场树立中国标准，打造中国品牌，贡献北方力量。
新春佳节之际，北方工业公司祝全球人民新春快乐，同一个梦想，同一个北方，祝大家蛟龙入海，大有可为，万事兴隆，新春快乐，好运连连，幸福安康，千锤百炼出深山，开天辟地北方人，新年快乐，平安幸福每一天，事业高升，家庭和睦，幸福美满。